金会哦，现在才被发现，原来啊，里面的这个党这个代表啊，绿蓝白是5:4。对啊，因为董事长是董事选出来的，如果是民进党5席，国民党4席，然后民进党1席，就5:5了，加起来，那这个时候就很难讲董事长选谁了。那照理讲，他们惯例都是按照政党比例，按照政党比例，国民党啊比民进党多啊，怎么会变成5:4呢？应该倒过来才对，应该国民党5。民进党4，民进党1啊，那他们现在改变成4:4，都是其实都是不公平的了，理论上应该是5:4，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常常搞这种偷吃布哦，所以不是昨天传说说韩国瑜拒接，为什么拒接呢？就不要自取其辱嘛，你接了，你接搞不好根本还选不出来了，对不对？因为你董事不见得有优势啊，你现在改成4:4，才加上民众党才多一席而已。民主基金会的部分啊，因为现在一直国民党在批评说民进党在卡韩。民主基金会董事长是未来是韩国瑜，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也讲过了啊。那至于要卡韩卡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是对于民主基金会的信息，坦白讲我很少。我目前知道就是如此而已，请大家不要凭空预测。大家可以看到，民主基金会啊，在不管是在董事长的，就是董事长的任命，或者是董事的任命，一直到这个执行长啊，其实都可以看到，绿营啊琢磨甚深，而且呢，力保在这个民主基金会，他们要有主导的地位。所以第一个，昨天啊，大家可以看到，光是政党比例的部分，他们就公然违反章程的规定。把整个政党比例竟然是民进党5、国民党4、民众党1，完全都是不符合现在立法院的政党比例。那虽然后来他们把那个罗志镇刷掉，可是他们昨天新公布的一个董事名单，那么其中呢还是一片绿油油。那么如果16席的董事席次里面，我算了一下，包含政党的代表席次，再加上政府以及他们所谓的财经跟 NGO 的代表，事实上民进党可以完全掌握的高达8席之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完全不想放手民主基金会，而且这样子的一个处心积虑的安排，要把整个的席次变成一个是过半数的优势，其实就是要继续的卡韩国瑜，架空韩国瑜。想问一下，为什么民进党他们想要继续掌握？难道是有金库的这个部分吗？当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我们之前就已经谈过，在过去民主基金会他们对所谓的一些团体、民间团体的补助里面，就有很多的事实上都是绿油油。我过去曾经指出，包含现在的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沈柏阳，他所属的一个单位也曾经接受补助，甚至现在名列在民主基金会的董事林非凡，他所属的岛国前进也曾经拿到这个民主基金会的补助，那更不要说当时的游锡堃自己担任董事长，包含他创办的基金会，甚至他儿子的基金会，通通来申请补助，拿到巨额的补助款，所以在的显示跟证明，民主基金会在民进党的把持下，已经成为民进党跟他的这些附属团体的一个小金库跟提款机，所以我相信。这一次民进党这样处心积虑，民进党这样的一定要掌控民主基金会，一个是要卡韩，一个就是要确保自己在民主基金会里面小金库的利益不致中断。我想民进党他今天就是一个做贼心虚的一个行为哦。这个民主基金会的政党补助是政党都可以申请，没有错。那他是依据政党得票的比例来分配相关的预算，也没有错。可是申请的时候要符合补助要点，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补助要点，它通常是针对国际民主人权的推广。那当然
然也包含政党如果推动政党外交的部分，那是可以申请的。结果呢，民进党把这些预算拿去作为选举之用，这个第一不在民主基金会的补助办法里面，第二民主基金会的经费来源来自于外交部，外交部的经费来源又来自于人民，怎么能够拿人民的纳税钱去行选举之实呢？这才是我在询问的一个重点。那当天哦，连陈建仁院长都不承认所谓的国务卿就是民进党的辅选团队，但我回去非常确认的哈，我去找了当天赖清德本人在参加这场活动的时候的相关影片，我可以看得很清楚，2023国务卿旗舰营里面写到了桃竹苗选情分析，赖清德主席他甚至自己说这是我们选战当中所最需要的，很明确的提到了选战。再来他们当初的这场活动的宣传也是讲的说，参与选战最好的方式就是来参加这个国务卿的旗舰营。所以问题在于民进党拿人民的纳税钱，拿公款去帮民进党打选战，让民主基金会变成民进党的侧翼以及民进党的小金库。那至于国民党所申请的部分呢，包含了是这个所谓的 Twitter 嘛，但是国民党的 Twitter 的做法跟国民党的脸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自己看，在国民党的 Twitter 上面都是用英文或是日文来做撰写，写的都是国民党对于国际社会的一些想法的推广，以及跟国际社会的各种访宾互动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照片，包含是跟天皇生日的祝贺，包含是跟一些外部的这个外宾的访谈，我们是怎么样去推动这样子的一个外交，都是希望让世界更了解中华民国，也是在推动政党外交跟民主，是完全符合民主基金会的补助办法。那包含是所谓国民党的这个所谓英文跟日文的网页，这也是为了要对外推广台湾的民主，以及呢推广台湾在政党外交上面的一些内容，所以它是符合补助要点的。所以今天民进党它的问题在于打选战绝对不符合民主基金会的补助要点，但是民进党却把民主基金会变成自己的侧翼跟小金库，这才是问题。最后我要谈到的是，既然政党向民主基金会申请了相关的补助，一开始要写补助的计划，后续结案之后要写结案报告，但是民主基金会现在的执行长林佳龙的左右手竟然不予提供，因为他认为里面会涉及所谓的政党机密性。请问你们是怕透露了你们选举的机密性吗？所以我想哦，民进党做贼心虚，被抓到之后想要拖别人下水，但是呢，综看了所有蓝营所申请的补助项目都跟民主基金会的补助要点相关，反而是民进党在申请的过程当中不符合补助办法，拿人民公帑去做选举。那我认为未来这些都应该要有更谨慎的查核，以及相关的报告应该要提供给立法委员做查阅，因为它涉及到的补助款都是人民的民脂民膏。